我刚刚挂了一下档，还。我说斌仔，逮着吃个心呗。说好了，咱们今天开始动工。这台 GTR34，它真的停了3年了啊！先上架子看一看，这个前面那个四驱到底是真是假？我来打发一下啊，还不知道能不能打得动呢。哎，我发现了一个东西，这是一块 Nismo 的仪表，这个玻璃罩没了。Nismo， 看到没有 ？Nismo 万转仪表，你开玩笑呀？这仪表能卖他妈3-4万块钱呢？玻璃能降的吗？啊，没有电脑啊，兄弟。这都锈烂了，这后面全烂了。关键是我们看看前面的传动轴是真的是假的。哦，那是传动轴，千真万确啊。那是变速箱这边分动，就是缺一根轴，我把这个轴连上就行了。你看它是转的啊，看到没有？哎，我花了一台 GTT 的钱买了一套GTR 的动力总成。哎，你看它这个泄压阀怎么那么大呀？隔一笔老款最老款的，我去，这个排气泄压阀真的这么巨大。哎，这钢猴咋掉了？后面刹车呢？后面没有刹车盘，刹车卡钳也没有。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没有，这边被吓掉了，这不扯了吗？前面刹车在吧？哦，前面刹车在，哟，这是什么啊？布兰姆17Z 啊，最老款那个17Z 啊，中古卡钳，这个回头都给它换掉，那买一套原厂的 Nismo 的回来。哎，这套脚牙看到啦 ？Costco 的脚牙吧？这个很少见啊，有没有兄弟认识这个避震的？可以评论区扣一下，告诉我。而且你看，你发现没有，34的这个避震老长了，这好长啊！你看，换一套包围，我操，这当年还有雷达，倒车雷达，这个尾灯要换一对的。然后你的下一步工作就是想办法把它接了，把它的电脑接了。那必须全取代，你不是开玩笑一样？我说这R34，你家里还有什么库存？再有就是我的料最早的，你用吗？我不用，你不用你就先给他用，但你用的时候你自己再买一个，行不行？咱这预算有限，你那闲着也是闲着，是不是？给块电瓶，找块电瓶过来。它还有调压阀，你看到了？汽油调压阀，有轨，这套都是全的。你就不说别的，就说是2B26这个发动机，它值不值？哎，轻一点，插头不都坏了，不都得钱买？你看，这是真的，随便巴拉巴拉算一算，这都是钱。那么你们肯定好奇了，这我这修车的钱怎么来？这样子啊，咱粉丝量涨了多少，咱就拿相应的钱，就一个粉丝1块钱，涨1万咱就用1万，涨2万直接用2万，我自掏腰包，上不封顶，就是这么自信，差钱吗？完整的复原好了以后，你们可以随时来打卡，坐在车上笑哈哈 ，OK 不 OK？ 兄弟们，助力每一个梦想，哎，助力每一个梦想，上不封顶。好了啊，我们下一期开始整理电脑了。下一期的内容非常关键，让你们正儿八经见识一下老金是怎么弄这个全取代的。